这就是咱大时装展的大饭店，这世界啊，就是大间，有4000多间房间的这大饭店。啊，世界上大间就是原来是这拉斯维加斯的美多罗米格维大饭店，已经有5000多间的这房间。啊，听讲世界啊。十大的这大饭店，敢若这拉斯维加斯就定有8间，这是啊导游小姐啊讲的。不离城来讲，或者是也相当安静平静。这就是时装展啊，大饭店啊，正明显的这造型，这像啊咧动画中迄王宫啊一款造型，那玩具王国。啊，来这多声，因为内底啊无法度通互咱录影，禁止录影啊翕相。所以在对设备啊，如何豪华啊，如何周到啊，即马要来照这电视与这时装展内底所放的电视，啊，咱来甲了解者。这就是时装展，啊！这大饭店内底道具甲做设备，伊这饭店内底啊，踮这房间拢有即款啊电视啊咧介绍着因这啊时装展大饭店内底的这设备啊，甲这啊道场的这情形。内底伫啊搬交警以外，啊正在即款秀，即款是伫表演，或者场地拢设备伫这啊饭店内底。对的设备，要播、要吃、啊、要娱乐，各项都有。这就是啊，时装展内底的这款情形。咱是无法度通一一拢去参观，但是照这电视、电视机安尼拍出来，咱大概会当了解
讲一间饭店啊，偌大。